哎、欸，小心车哦！你看，你看，他说下面有个螃蟹。没有。螃蟹没有。面这些呢都是螃蟹，螃蟹洞。你就有酒了。我赶快追上他们，走啊走啊走啊！风景就是蛮美的，然后凉凉的，就是有海味。格丹的 landscape。就是酒楼加租这个车，然后就会有很多人骑这个车。安迪行程开始，安迪要看卖什么？妈，这是什么来的？这是鱼票来的。哦，鱼票。啊，卖一些海产。些鱿鱼啦，哦，好贵哦，是不是我不懂马来西亚的物价？哈哈，还有这个公共电话，我妈妈说是花椒，花椒，花椒是海产啊。妈妈开始在看各种杂货店，那边也有一些。继续直走。好，两个可以进来。放我吧，对呀。虾米，干贝。很饱吗？要不？然后呢，我们就到这个卖。两片。两片。要剪吗？要不要剪？要剪啊。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下面这边在干我等你啊辣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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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辣拍了吗？拍了拍了。相机吃了没有？相机吃了。阿姨去倒辣椒来了。拿去啊！我这边是方便面，比较简单。来，来，来，啊，吃啊！噔噔噔，吃这个。哎呀，这么我酱的，反还有一个叉子啊，在里面。嗯，好，抓一个吧。我没有吃到血，没有吃到血，吃到粉。我刚才也吃到粉，哎，这个有啥？你量，你吹量，炸的蛮脆的，不过有点冷冷的。他走进来呢，就会卖很多东西，然后看起来我爸妈说是新春的，鸡蛋岛，很多。哇，有卖鸡饭哦，闻到鸡饭的味道。嗯，鸡饭来的，鸡饭，嗯，哦，这是上面有楼上的，
这间店好特别，它叫做记得海鲜饭饭馆。对，然后这边有一个，这是警局，巴莱伯利。OK， you can 行啊行啊行。这是海鲜档面，看一下爸爸妈妈还有说，里面有一个黄老仙师庙，黄老仙师庙。海鲜档，他们在卖金香螃蟹、酸辣螃蟹、粉螃蟹，哇，好香哦！好好好，拿个球。那你，几个人呢？这，你坐那边坐。是藕针，是头针啊。这个是喇喇煎是不是？老板娘，这个是喇喇煎是吗？对对对，那个是喇喇煎。哦，还有给辣椒。好吃吗？喉挺暖。谢谢。辣，很辣，很烫，是不是？烫啊！不是辣，是烫。它是什么辣啊？啊，这个是辣。我也看到了。它那是小川皮辣了。好，来试试看。他讲这样，我们刚才吃那个，它的辣椒超辣，这个好煎啊，你不要买，不要。是好煎，好煎来了。龟龟啊，大煎。然后还像好贵贵的。来吃好煎，看一下好，哇，那个好很美嘞。来，我要拍，给我，交给我。这个好长这样，很大只哦，比我的眼睛还大。这个是有蚝的味道。然后我家人说有蚝的味道很新鲜，来吃吃看啊。好吃，很烫。断掉了。他们好像专是比赛哦，可以拿很多奖金的，要八八八。有车。我们杂货店来的。看一下后面呢、啊，就是一条这样的小巷子。卖雪糕的，海南会馆。然后呢，这边好像有个菩提门，对，走过来就是有一个庙，对，有好多庙，这里也有庙，这里有庙，哦，都是庙哎。Uncle sit inside.